新闻今日台，我常书。 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就双边关系、阿富汗和平进程，还有当前的热点冲突问题进行讨论。在谈到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时候，王毅就痛批美国仓促撤军，造成地区局势不稳。怎么看王毅的这番表态？节目当中，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点评分析。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杨叔。嗯，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在谈到就是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时候，就说美国是过早撤军了，对继续留下了真空，对地区局势造成不稳。 你对他这番表态有什么样的看法？对,对王毅外长说，是美军和北约是仓促撤军，已经对阿富汗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啊。他的原话是这样。呃，这是我第四次在新闻记者团里面谈到阿富汗的问题。最早的一次是在四月二十一号啊，当时呢我提到阿富汗，因为这个美军和北约撤军可能呢会造成一个安全真空，所以上合组织啊作为一个地区的安全组织啊，应该是有义务呃来承担起未来维护、协助阿富汗政府维护这个阿富汗。 国内局势稳定和平啊，那么一个重任啊。后来呢，呃，在上个星期啊，那么我又谈到这个问题，呃，四月二十一号第一次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嗯，中国和。 另外，五国家的外长啊，那么举行这个在西安啊，举行这个中国加五国外长会议，嗯，那么也没有啊，今天呃、啊，昨天刚刚的中巴外长这个通电话啊，所以呢，还是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今天之所以再次重复阿富汗的有关的问题啊，主要呢是王毅外长和库雷西外长在通电话的时候在谈到阿富汗问题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他已经是表露了。嗯 比较清晰地表露出中方在未来针对阿富汗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思路。嗯，是什么思路？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思路呢，在五月十二号中国和五国外长会议的时候，在后来发布的啊这个有关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声明当中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呢，我今天的标题呢是中国外长再次的提出有关阿富汗的呃问题的啊中方思路。嗯，那么这一次呢，王毅外长提的就更加具体。 明确了，原话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引用啊、呃、王毅外长的原话，他说啊，呃，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已经给阿富阿富汗国内和呃地区的和平进程啊、呃、严重造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啊冲击。那么在此形势下，中方期待联合国能够发挥应有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有必要重更加重，关注。 阿富汗的邻国更加更应加强相互沟通，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协调行动。大家注意啊，中方期待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有必要更加关注，而阿富汗的邻国更应加强相互沟通，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协调行动。在王毅外长的这番话里面谈到了。 未来针对阿富汗问题的三个主要的方向，一个呢就是联合国，期待联合国发挥主要的作用。嗯，啊，这个呢是中方一致一直以来啊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任何的国际的事务都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之内，由联合国主导，那么来解决呃地区的或者全球的问题，对吧？那么阿富汗的问题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也是我过去一直以来强调的，上海合作组织必须。 要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因为阿富汗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国家，而阿富汗的周边的邻国绝大多数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或者是观察员国，对吧？你比如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对吧？巴基斯坦、中国啊，这都是上合组织的正式的成员国。那么伊朗啊，它是协作伙伴国啊，观察员国。 那么，在上合组织里边，还有一个上合组织与阿富汗的工作机制啊，一个一个联络小组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呢负责针对啊这个阿富汗的国内的问题。所以呢，上合组织这次呢，王毅外长提的就更加的明确了，更应该关注啊阿阿阿富汗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到上啊阿富汗的邻国更应强调，发出啊、呃、更应该啊加强啊相互的沟通，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协调行动。嗯。 那关键是这样，就是联合国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呃，这过去一段时间，联合国一直对阿富汗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视啊。呃，包括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前不久发也发出一个公一个一个一个呼吁啊，就是希望这个北约和美国撤出的时候，那么不要太过仓促啊，同时呢，安排好未来阿富汗的和平建设重建这样的一个倡议。 嗯，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在过去基本上已经是多次的，甚至于无数次的对联合国的问题啊，对这个阿富汗的问题，专门的开过会研究过。但是呢，<對 S 2> 我们看到，从目前的阿富汗的政局局势来讲，联合国到底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只是说发声明还是开会就能够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吗？恐怕也是不行，对吧？所以呢，联合国到底在未来在阿富汗的问题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是呃值得观察的一个事情，呃，在过去呢，我曾经谈到联合国未来啊，在如果说阿富汗的问题出现一个动荡局势的话，那么可以做的恐怕就是派出维和部队啊。如果阿富汗的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而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话，派出多国的啊维和部队进驻阿富汗，帮助阿富汗政府维和，这是一种可能性。 啊，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阿富汗如果出现内战的话，嗯，派出维和部队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根据，呃，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维和的章程啊，那么维和部队只是参与，呃，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维和的任务，不会参与呃内战啊，不会卷入到内战，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重大一个原则的话，未来要根据阿富汗的具体的情况来加以进一步的一个审定。 啊，所以呢，在维和部队这个方面，联合国恐怕呢，嗯，会比较审慎。那第二个方向就是上合组织。那上合组织呢，呃，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安全平台，对吧？当初啊，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号成立上合组织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这个地区的三国势力，对吧？啊，阿富汗呢一直是啊上合组织的一个观察家国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的。 和阿富汗有关的国家啊，都是上合组织的正式的成员国：乌兹别克斯坦、呐、哈萨克斯坦、呐、塔吉克斯坦、呐、吉尔吉斯坦、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对吧？都是正式成员国。所以呢，美军走了以后，留下这个阿富汗的烂摊子啊，阿富汗安全出现真空，没有其他的国家，没有其他的所谓的国际社会能够帮助阿富汗来平定可能出现的一个动荡，唯有啊啊上合组织。 看来，现从现在看来是必须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重任。而邻国，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邻国呢，大部分的邻国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或者是观察员国。那么显而易见，理所应当，理所应当的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重任了。所以今天王毅外长和库雷西外长啊提到这个阿富汗的问题的我觉得更加明确了，就是中方的这样一个建议或者叫中国方案吧，就是解决这个。嗯、当然，这个这个方案是协助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的问题都还是由阿人来解决，阿人这个拥有，阿人所有，阿人这个来解决，对吧？啊，通过国内的政治协商，而且呢，王毅外长在之前中国五国外长会议上也特别强调了，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政治上的这种协议，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对吧？阿人所有，啊，阿人主导，这是一个框架一个原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和原则之下。 阿富阿富汗的国内的问题应该由阿富汗自己来解决。但是我们之所以谈到今天，王毅外长又提出了中方的这样一个方案，主要呢，他又提提及了联合国、上合组织和阿富汗邻国。而这个呢，恐怕是在我们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阿富汗国内很难做到达成一个和解、啊，包容的一个协议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动荡，那么怎么办？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嗯、没错。那这次中巴外长通电话，除了谈到阿富汗和平进程呢，也谈到了当下的地区热点问题，就是巴以冲突持续升级，没有缓解的迹象。<对 S 1> 那王毅外长说了一句话：“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暴。”嗯、没错。哎，蛮有意思的，就是中国外长王毅在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的时候，除了谈到了中巴双边的问题、地区的问题、呃，疫情的问题、阿富汗的问题以外，还谈到了。 巴以的问题啊，这个呢，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啊。为什么中国和巴基斯坦外长谈论这个，就是通电话的时候还要特别的谈到巴以问题？第一，巴以问题目前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引起全球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那巴以冲突还在升级，在过去的六天的时间里面，有数百人已经在巴以冲突当中丧生啊。那么绝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包括了有妇女、儿童啊，在。 星期五、星期六，一天就有四十四名巴勒斯坦，包括妇女和儿童被炸死，对吧？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以色列的平民，也有以色列的士兵在冲突中丧生。总而言之，就是巴以的局势还在升级，而以色列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还在不断的对加沙地区进行空袭，而且地面部队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要开进啊，这个耶路撒啊，开进这个加沙地带。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啊，又是目前是安理会的一个呃轮值主席啊。中方呢对巴以冲突非常的关注，所以呢在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的话中，王毅特别提到了，就是当务之急是要停火，而且提出了中方的三点建议，而且他也提到了巴以冲突之所以常年数十年得不到解决，最根本的是两国方案得不到一个落实。所谓的两国方案的话，就是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国。 那么同时呢，巴勒斯坦国成立以后也要和以色列和平相处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因为巴勒斯坦建国它有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原则立场，就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啊。这个呢显然是以色列是不能够承认的啊，是不可接受的。嗯，重点是在礼拜天啊，纽约当地时间礼拜天啊，联合国安理会会紧急的召开一个有关巴以冲突的一个会议来商讨。 如何来斡旋啊？那么有关的各方啊，最重要的是要立即的停火。呃，中方呢为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呃轮值主席国，已经是有过两次提出相关的紧急召开有关巴以问题的动议，但是呢遭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今天能够。 安理会开会的话，应该说是非常之不不容易啊。嗯、美国呢，又王毅外长在这个通电话的时候特别批评了美国啊，站在了国际正义的对立面，啊，阻挠这个有关的、有关的这个这个巴以的啊问题的一个议程，联合国的议程啊。所以呢，这个王毅呢，实际上通过借着啊和库雷西外长的通电话，再次强调了中方的立场、啊。嗯啊，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啊。虽然呢，好像中巴外长。 中国巴基斯坦外长谈论这个打打电话，那么一下子把巴基斯坦问题也拉了进来啊。它主要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嗯，一个呢就是巴以冲突不断升级，第二个呢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要召开巴以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磋商会议，而中方在过去已经有两次主动提出来有关的会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借着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的电话啊，向外界。 再次的表明中方的立场，啊，嗯嗯、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巴以应该立即的停停火，啊，走上谈判桌。但是从目前以色列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拒绝了埃及提出的停火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而且呢态度非常的强硬，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召开有关的会议的话，是否能够，啊？ 产生一个积极的一个成果，我们还在观察。好，联合国这一次介入的一个斡旋效果，我们看看今天开会之后会有什么成果。其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代表也都会出席，哈，是看看各自的表态。好，去一下广告，下一节回来继续来聊疫情的最新发展。 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全球，而如今有十七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联署信，再次要求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份联署信？ 我们来继续请教啊 j a 就之前有很多人就是要求调查病毒的溯源呐、啊，但是后来很遗憾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那这次又有科学家提出，这个科学的问题应该以科学的方式解决。对，我们应该怎么看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些啊，世界上著名的啊病毒学家提联名写一封信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啊，要求重新的病毒溯源啊，那么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够达到他们所期待的一个目标啊？这些呢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专门来讲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昨天是提出来的啊，昨天呢是有路透社啊，专门是有一篇文章啊，有一个新闻，有一个报道。那 据我了解啊，内地的主流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呢是把这篇报道翻译成中文，然后呢放在了我个人的一个平台上啊，是在今日头条我个人的一个栏目里面。结果呢我没有想到啊，遭到了内地读者的这个 <laughs>，就是很多的读者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有七百八十条留言。啊。大家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敏感，对。 呃，有超过九十二万阅读量啊，嗯，从网友们的这个反应来看，比较两极化啊。一方面呢，是对西方，嗯，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病毒溯源的问题，表示非常的不满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化，还是要把矛头针对中国。而另一部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读者，我看了一下啊，大概超过百分之六十，将近百分之七十的。 读者的留言里面还是比较冷静的，而且他们都要求，不应该只调查中国，也包括调查欧洲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德克里特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军的实验室。呃，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篇文章，它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啊？这篇消息啊，这篇消息呢是说呢，就是十八个科学家，包括有剑桥的、哈佛大学的，还有一些世界上的著名的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他们联名。 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呢，大概有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说呢，就是新冠病毒，啊，溯源这个问题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调查，以便为了未来啊全球的公共事业、公共卫生能够更好的应对啊下一场的病毒的爆发啊，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溯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非常明确的提出，呃，有关病毒从 啊，所谓实验室里面溢出或者流出的问题啊，要抛弃阴谋论，非常明确的提出要抛弃阴谋论，不应该以阴谋论作为一个所谓的科学的论论据或者是一个说法 theory 啊一个理论、呃。同时呢，他肯定了中国在一开始爆发新冠病毒之后，中国的科学家、医学，呃，就是医疗专家，还有媒体。 和公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第一时间向包括世卫组织提供了透明的信息，啊，因此呢，这个所谓的病毒的阴谋论不应该成为未来主导科学研究的一个论据。嗯，这两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从这十八位科学家的这封公开信来看，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家。嗯，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我们还我还不能够完全武断的。 或者是非常主观的认定啊，他们就不会没有阴谋论，或者他们没有的政治意图。但是从这十八名科学家联署的信来看，给我的一个第一印象，我认为他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是要求，呃，重新的进行病毒的溯源，以未以便未来，呃，国际社会能够在预防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论依据。好了，现在是这样。 一方面，病毒的溯源，我个人认为是遥不可及了，啊，那么一年半的时间了，对吧？那么真正的要溯源调查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进行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经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大家还记得，在二月份和三月份的时候，WHO 已经组成了一个专家小组，深入到武汉啊，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啊，包括了走访武汉病毒实验室。 海鲜市场调查了医院啊等等，那么也有一份报告出来了，而他们的结论呢是极不可能啊从从这个病病呃这个实验室啊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释放出来或者要溢出来啊、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先例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要真正的溯源的话，其实已经变得相当的困难啊。这是我第一个。 观察，第二一个观察呢，就是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在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仍然会穷追猛打，穷追猛打。我没有说政治话，仍然会穷追猛打，仍然会穷追不舍吧，啊？因为这里面呢，包括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呢是科学家。 科学家，他们从科学的、从他们的专业的角度来出发，他们想要知道病毒是怎么来的，为科学研究、为未来啊防范公共卫生事件来做一个准备，或者是叫啊，或或者叫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制定吧，啊，这是从科学家的一个角度。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第二层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西方国家政客们。 啊，也包括那些心怀鬼胎的科学家们，他们想要溯源，然后把责任归咎于某一个国家，啊，把它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啊，对某一个国家进行栽赃、抹黑、挖坑，甚至于为未来连同其他的国家报复某一個国家来作为舆论上的一个准备。啊，这个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特朗普时代，啊，蓬佩奥就是一个急先锋，啊，澳大利亚也是如此，西方的一些国家把它政治化了，啊，甚至于给中国。 扣上了这个黑帽子等等，对吧？所以呢，从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的第二一个观察就是，西就是国际社会在啊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还会穷追不舍。那么我们怎么办？重点是我们怎么办？呃，既然科学家里面有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 本着科学的态度，希望得出科学的结论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中国政府当然，当然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其实我们自己的科学家，我们政府也想知道病毒究竟是怎么这一次怎么突然之间就如此的啊猖狂的啊对这个中国乃至于对全球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对吧？这个呢，从科学的角度啊，我们都有义务有责任。 来进行一个科学的溯源，找到真正的原因，为未来防止疫情的呃传播啊做好准备。嗯，但是对那些怀有政治目的的一些说法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建议，要提高警惕。这个呢，我就觉得，呃，从政府从我们这方面来看，要保持警惕。嗯，因此上呢，我就觉得从这两个观察，一个呢就是。 病毒很难去溯源了。第二个呢，国际社会又是如此的穷追不舍，这两个永远恐怕找不出一个答案来。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方国家的，嗯，他会不停的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呢，既然你达不到目的，得不到一个科学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此要保持一个警惕。当然，这里边我们不能够非常生硬的。 非常生硬的，用一种战狼式的外交的一种手段，来对所有的来自科学界的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一些提法，一刀切的进行强硬的回应。而必须本着一种科学的态度加以区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中国的政府或者相关的部门，对过去有关溯源的问题，都提出了中方的一些原则立场啊，必须本着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而不是眼下。 来进行溯源，这个呢，中方是支持的，而过去我们也有这样的行动配合 WHO 进行病毒的溯源，呃，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我相信政府会很好的处理。嗯，嗯、没错。我们知道新冠疫情肆虐一年半多了啊，嗯、呃，现在全球多国的抗疫重点已经从控制疫情增长到控制疫情增长加接种疫苗、建立免疫屏障这样一个阶段过渡。你觉得这个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嗯、对，呃。 我相信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加强防范啊！为什么要加强防范？虽然疫苗接种主要是在发达的国家啊，或者是某些发展中国家接种的还速度、效果来看还是比较快、比较好啊，但是呢，从近期的全球的疫情来看，出现了反弹，一些国家的反弹还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像印度啊，基本上已经是不可控了，已经是失控了。那么再加上变种病毒啊，越来越多，一百多种。 变种病毒啊，那么英国的变种病毒已经对一百一十国国家啊，已经在一百一十国国家或者地区发现了。南非有八十多个国家发现了南非的变种病毒，巴西的变种病毒啊，有七十七个国家发现了。印度最新的印度的变种病毒已经在至少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包括我们香港也发现了印度的变种病毒，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反弹。你比如说像台湾地区。 像新加坡，像秘鲁，啊，那么还有像尼泊尔、泰国啊，这些在过去相对来讲，无论是疫情的管控，还是本身啊，疫情它并没有大爆发来看的话呢，都是比较好处理的比较好。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却却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好了，关键是疫苗的速度必须要加快接种。当然也有一个问题，比方说像塞舌尔。 塞尔呢已经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接种了病毒的疫苗，但是呢出现了反弹，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呢需要科学家进行研究。秘鲁也是如此啊，秘鲁的接种疫苗的比率并不是很高啊，但是呢却发现了在接种疫苗的群组里面也发现了反弹，也有重新的感染啊。那所以这个问题，那新加坡接种的疫苗的比率是比较高的，但为什么出现这个反弹？ 啊，而且还有很多人接种了疫苗继续感染，继、啊、续感染。所以呢，这些呢是归科学家来进行研究啊。嗯、总而言之，最近的疫情的一个反弹提醒我们，必须要加强一个防范的一个意识。啊，中国内地其实呢也有个别的一个本土的案例的一个爆发。当然，中国的处理呢一向是非常的严格，一旦出现本土案例的话，立即的进行。 呃，大面积的一个核酸检测、隔离啊啊、封锁等等，但是其他国家并做不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呢，在当前的话，全球疫情出现了一个复苏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还是要加强防范、嗯。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全球抗疫之路道阻且长啊。没错。好，非常谢谢郑好先生带来的分析，也谢谢您收看《新闻今日谈》，再会。